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，欢迎大家收看国学堂，我是嘉宾主持明轩，这位是梁栋老师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国学堂哈。刚才讲到一个事情，你问的什么叫中气？你想想看，我们人就能把一坨牛肉变成人肉，一只老虎就能把一坨牛肉变成老虎肉，那么它各自有各自的一种能力，功能，一种功能和能力。这功能可能包括了一些氨基酸、一些酶、一些运转的机制啊，比如说收缩、分解啊、消化啊、过程一些。我们它整个合合到一起，它很复杂，它可能是几百个工序，对，几千个变化，几万种瞬间的可能性，最后呢就合成了一团，反正就变成了人肉。而这个人肉还不是一坨，它是分散的全身的，变成了你的头发，变成了你的每一睫毛，你想个眼睫毛都可能是从这里变出来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把它转换过来的能力，我猜想就叫中气，对吧？那么好了，一个健康的人，理论上来说，他应该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充分的分解为可以排出的垃圾和他的能量，和支撑他身体成长的所有的物质基础，物质基础吧，我们称之为，是吧？那还有能量，因为你要跑步啊，你要想事儿，想事儿也是要有能量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们常常发现说静坐一天，那么也很挺饿的，是吧？你打坐的时候也挺饿的，但是呢，也可能有些人，他的这个转换机制的能力变差了，他呢就变了一半，这个牛肉呢变了一半，有一半呢变成了人肉，有一半呢它就堆在那儿了，它没有完全，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就排出来了，但还有一层也没排出来，又没变成人肉，又没排出来，它去干什么了呢？就堆积在内脏上。一颗垃圾和两颗垃圾，他们俩碰到了就粘在一起了，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单个的垃圾过来的时候，这两颗垃圾呢就肯定会吸收这一颗垃圾的，对吧？因为它质量大嘛，对，啪就三颗了，这又有两颗垃圾，这边三颗垃圾被碰成五颗了，这四颗垃圾过来的时候五颗垃圾啪又碰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它就裂变，你知道这个顺序它瞬间符合增长，对吧？就慢慢越堆越多越堆多，所以你会发现人和电脑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越用越不好用。对，为什么？很久没有杀毒了是吧？就是因为你堆积的东西多嘛。我们以前在动物相对里面讨论过这个问题，许多电脑它耗能是因为呢，你以为你把电脑关了，其实它后面还在运转程序，对对对，它还在不断的跑。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以为我们没事了，但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，它就天天在那耗的，它耗呢是也耗能，因为你分解、搬运、储存都是需要能量的，对吧？那么你又不能被排除，又不能够被分解，最后呢只能堆积，堆积的地方多了之后呢，脏器就变大，肝呢就变成了脂肪肝，是吧？那肠呢就变成了肠道越来越堵，那血管呢，它就慢慢变成里面就一圈一圈，这个血管壁就变厚，因为它里面堆着肉嘛，粘稠了，跑血的地方越来越细，那道理就很简单了，跑血的地方越来越细，你的心脏它这个血得通过啊，对，于是你心脏就有更大的压力，是吧？这是高血压。对吧？高血压什么？就血压变高嘛。对，对吧？血压变高，实际上就是它要通过它的这个能力。所以为什么说有很多人说要做支架？对啊，做支架是什么？就把它撑开。就是撑开嘛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要撑开它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撑开，但它有个架子。架子一撑了之后呢，这个脂肪就更容易挂在架子上面了。那些做支架的人呢，就往往更容易爆发重新的这个心脏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有很好的方法去把这个血壁里面这个脂肪清除掉，就溶掉，溶掉之后呢，它就慢慢的又可以变好了。那这个过程呢，其实呢，说白了，为什么有脂肪？刚才都说过的，还是二氧化碳的碳酸嘛，酸性体质导致的脂肪堆积嘛。所以呢，为什么现在扶阳的精神会变得那么的强烈？其实按照中医，它应该是保持中庸的医学，应该既不阴又不阳的。为什么现在扶阳变得那么厉害？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扶阳它临床效果好。为什么临床效果好呢？是因为现在人阴气太重。为什么阴气太重呢？因为二氧化碳太多。我们在这中国文化讲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对不对？这不都是这样讲的吗？对吧？那什么东西是这样的过程？其实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，就有什么人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环境的投射，因为我们的人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感受器，我们本身也是有波的。对。那有的人是不是身体就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波？对，有一些人特别敏感，我们称之为叫敏感体质。对，我讲的敏感体质，大家就觉得很科学，是吧？我敏感体质，我打青霉素我过敏，是吧？这敏感体质是吧？敏感体质的人呢，说白了就是不同，就一个收音机也还有说收音信号好一点，有强一点，有弱一点，是吧？同样一个地方放的两台收音机，都收103.9、106.1，是吧？
啊，有一个就清楚一点，有一个没那么清楚的。对啊，用过手机的人都知道，嗯，是吧？那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就很有趣了，就是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所以呢，有一些人呢就敏感一点。敏感一点呢，就神经比较细。对啊，不敏感的神经比较大条。对，电视里有人哭了，两个人坐在那儿，有一个人就跟着他哭，有一个人觉得无动于衷啊。因为感应了。嗯。因为你从这哭的那个人从那个事情里面想到了自己。自己。嗯。一定，人们哭都不是为别人哭。什么叫兔死狐悲啊？是吧？兔死了，狐为什么悲啊？是因为老狐狸看见兔子死了以后，想到哇，万一我死的时候怎么样？他想象自己死的情况，于是为自己而悲伤嘛。